恋人互相抱怨，说爱对方不够多，人间于是也越来越多了怨气和猜疑。于是次日和暗月为了减少人间的怨气，双方一起挂在了空中，于是呈现出日月同辉的景象。他告诉人类，爱很重要，爱从未消失。朋友们，下一部拍品将是今天的压轴作品，是由当代的艺术家雪山画派的创始人，深入研习雪山画技20多年的著名画家楚鸿飞先生的亲历之作《宝贝》。本件拍品的起步价是280万，每次加价20万元。这起拍价也太高了吧！这幅画的价值远超于这个价格。朋友们，这可是楚大师的作品，楚大师本人的作品本来产量就很少，愿意拿出来拍卖的更是寥寥无几，所以280万绝对的超值。300万。300万。320万。320万。38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380万。400万。400万。450万。450万。有超过这位女士的价格吗？我取500万。500万。有超过这个价钱的吗？有超过这个价钱的吗？650万。这位女士出到了650万。太猛了，我不过是替大家省点时间吧。那是我的钱，您放心好了。700万。700万。有超过700万的吗？有没有超过700万的？有超过700万的吗？750万。这位女士出到了750万。780万。好，这位先生出到了780万。能不能超过这个价？780万一次，780万两次。朋友们，楚大师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够突破800万大关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难道今天就截止到780万吗？我想不会，因为今天到场的都是识货的买家。850万。850万。有没有超过850万的？850万。850万一次，850万两次，850万三次。恭喜成交。行吗？您放心，这个价位我不会让您吃亏的。